给大家分享一个德国非常有意思的党派。前几天我以前没注意，我看见我就以为是个普通的广告。前几天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合作伙伴跟我说，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 partei， 就是这 partei， 这最下侧左边这个 partei， 它就是相当于英语的 party。 他说是宣称人要让人们活到800岁，那么他们也参与这个欧盟议会的竞选。真的是，他说你想活800岁吗？然后这有意思的是 ，Schule Medizin ist für junge uns Forschung， 就是 Schule Medizin， Schule 是学校 ，Medizin 就是医学，就相当于学院派吧。然后这个 für junge uns 就是叫什么？中文叫返老还童。Junge 就是年轻 ，Fair Junge 就是使年轻的意思，然后 Forschung 就是研究的意思，Research 就相当于英语的 Research， 它这个党派还真的存在，很有意思是吧？估计他们也会搞到不少这个选票。然后这 FAU 这种学校的书写，然后这就是这栋楼，我们在这儿关于这个公司法的研讨会。看一下，这边是入口。